知道了，我下周二回来。还有，你把案件都复印一遍，下周二开庭用的那些。喂，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，喂个屁呀！好好开车行不行啊？啊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话呢，路上信号不好，到了给你电话啊。要不我来开一会儿。你就惯吧，啊，你看这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。默默，你头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我手机。默默，你猜我给你买的什么生日礼物啊？你同学吧。老林，拿个。哎呀，你别管我事儿行不行？啊，来了。快点，来了！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要干嘛呀？回头让你杨叔叔红烧了。哎，你真恶心你！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啊，是他自己撞上来的。我说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走吧。哥，啊，这信号塔经常出故障吧？哎，不是，好像这是头一回。哎，啊，林哥，你看，哎，怎么倒了这？哎，你看那边，啊，林哥，啊，这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倒的。这下可麻烦了。喂，怎么还打不通啊？没信号啊！这，喂，要不开进去看看？哎，好像前面有人。哎呀！老师，您来了。小杨，好久不见。小杨，师傅好。哎，哎呀，默默长这么高了。默默，来。哎，默默，快叫杨师傅。现在都这样，打招呼啊，这么没礼貌。师母，老师，要不你们先去那边休息一下。也好，也好，走。来来，哎，小心脚下。宝贝儿，哎，亲一个。讨厌。嗯，往前面走。默默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左拐就是。哎，老杨。啊。哎，我们待会儿去山里逛一逛，啊，把你那个猎枪啊借我防身。哎呀，我是怕万一山里有个野猪什么的呢，啊？瞧您说的，山里哪有野猪啊？这野猪见了人都跑了，现在不怕人的就剩宠物了。啊，我是这意思，这马上就天黑了，你看，您这黑漆漆的进山里能打到什么呀？要不这样。明天我带上枪和您一块儿去，打个兔子什么的。嗯，周罗，走。哎，慢走啊。哟，这地方环境不错呀。小杨不是说这儿没别人吗？你看，刚才那两个人呐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哎，不要老对别人妄加评论好不好啊？不信，不信你问小杨去。啊？啊，小杨，外面那些都什么人呐？啊，
我老板的儿子，坑爹的富二代，除了玩就不会干别的了。听到没有？那几个也是他带来的。听说我这有把猎枪，就天天来找我。何水，我们这有点偏僻，夏天没什么人。哎呀，这都上不了网，上不了网。梦梦梦，网和座机都停了，只剩下水和电了。哟，我本来还准备用座机给事务所打电话呢。平时没问题，今天可能是信号塔出了点故障，估计晚上就好了。啊，晚上就好了啊。李哥，撞到信号塔的东西好像在前面。不用了，谢谢姐姐。你们也是从市里过来的？嗯。准备玩几天啊？明天就走。这破地儿连个网都没有。默默，快过来，走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考好了吗？快了。快点啊！翔哥和华哥都等着呢。建明，要不咱俩明天也回去吧？你又哪根筋搭错了呀？这手机没信号，我是怕医院有事儿。那怎么也得等华哥的车修好了才能走啊。我就是觉得这样挺没意思的。你知道我要是做成这单生意，顶我在公司两年的薪水呢。哎，考好了没有啊？哎，马上就来啊，快考了。慢点啊！哎，我们住哪个呀？哎，老师啊，哎，哎，这环境还不错啊。嗯，这过几天啊，这就变成工地了。他们打算把那后山炸平，前面这水库啊，要改成露天温泉。哦，有的折腾了。哎，老师啊，老师，有什么事儿拿对讲通知我。刚才那几个人啊，就住在旁边别墅，晚上有点闹腾，就当没听见吧。没关系。小杨，晚上一块吃饭吧。啊，对对，晚上一块吃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你们一家人去吧，我那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师母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老师留步，慢走啊。默默，哎，再见，叔叔再见。
回来了，怎么搞的这是？滑了一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科学好了吗？还没呢。你怎么了？我们分手吧。想家了吧？马上到中元节了，到时候放你几天假，回去看看。哎，默默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默默。哎呀，以后啊，我们的默默可就是大姑娘了啊！这在古代啊，女子十有五年而饥，到了十五岁啊，就可以嫁人了。啊！哎呀，那个都是古代，按现在十五岁的孩子呀，还不能负刑事责任呢。哎，默默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刚才回来他就不太对劲，怎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是不是风吹着了，感冒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别理他，他就是网瘾犯了，就像吸毒似的，跟毒瘾发作一样。来，吃蛋糕。我不能杀王，你很高兴是吗？你这孩子，我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陪你，事务所有那么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发什么大小姐脾气？是我要来的吗？我让你给我过生日了吗？整天忙忙忙，你再没过劳死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别说，别说，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，你再没过劳死啊！默默，哎呦，你，我说你怎么能动手呢？Cheers. 默默，怎么不开灯呢？来，就为这点事儿至于吗？至于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能走，我这眼看就成了。你不走，我走。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you
回去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讨厌，你吓死我了。别拽我，听到没？回去，快点。他被抓走了，抓走了？被什么抓走了？是个怪物，我从来没见过的怪物，从来没见过的怪物，我亲眼看见的，那是个怪物，是怪物，是怪物啊，是怪物。你看他神志不清的，看样子应该不是吧？事发时你在哪儿？怎么回事？我的路了。是不是这个？就是这个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怪物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什么呀？这也看不清楚啊，太模糊了。就是这个怪物。不过看上去好像挺像动物的。默默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们给我机会说了吗？看娘俩的忌日快到了吧？要是没出意外，孩子该读几年级了？三年级了。老杨，老杨，听到了吗？老杨，听到了吗？老杨，是我呀。老马，再去拿瓶酒。现在回话。收到，收到，请讲。收到了，马上就过去。是真的，有怪物，是真的。哎，你快点车啊，快点来。收到，收到，马上过去。你赶紧快。哎，小王八蛋，跟我来这套，不就为这把枪吗？还什么怪物？
默默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向你道歉。但是你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发现，事情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我说了，你会信吗？ 哎，你不是不喜欢那女的吗？不喜欢归不喜欢，但毕竟是一条人命。人命是命，兔子命就不是命了。这是一回事吗？明明很讨厌人家，还假装很关心，你还能再虚伪点吗？你。 我出去看看啊！我也去。站住！不许去！已经有人遇害了，你们不要命了？哎，默默，万一我妹妹要还有救呢？ 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别吵闹啊！你还算男人吗？丢下人家女孩，自己一个人跑出来，不管人家死活。行了，我去，还不行吗？ 那姑娘是你女朋友吧？你回去怎么向她父母交代啊？不是，我……哎，老王，拿着，我方便一下啊，你先走啊，手电，不用，你先走啊。
喂，小杨，小杨，小杨，听到没有？那女孩已经被怪物袭击，不幸身亡了，听到没有？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现在外面很危险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呐。知道，我这也有不明情况。会不会是什么变异的物种啊？别瞎说。不过我刚检查湿漉漉的伤口，的确是挺严重的。他的脑浆好像……哎，你别说了。华子，华子，车钥匙呢？我问你话呢，车钥匙呢？在那边别墅呢。赶紧去拿去啊！要拿你自己拿去。不行，要走也等小杨来了一起走。你先去拿车钥匙去，等他来了咱就走。要拿你自己拿去。不是你，谁呀？谁呀？是我，老马。是小杨他们。小杨呢？他在来的路上失踪了，只留下血迹。失踪了？啊，那我们得赶紧坐车走啊。小哥，我看现在出去也未必安全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大家待在这儿等天亮。待在屋里等死啊？那女孩她不就是从屋里被抓走的吗？对啊，屋里也不安全呢。你这不带着枪了吗？咱们赶紧走啊！只有两发子弹。哎，窗户都关好了。我去看看，万一他撞进来怎么办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估计他刚才没袭击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吧。小杨出事的时候，你们俩是不是还有一段距离？啊，是的。这就对了。大家从现在开始尽量不要单独行动。我们待在屋里，暂时还是安全的。我再出去找点能用得上的东西。老马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走吧，走。等等，我也去。我们一定遇到怪物了。华子，华子，
你干嘛要打我呀？你干嘛呀？要不是你丢下我妹妹，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。华子，华子。会不会是？不会的，上面的窗户全都关好了。Thank you.
姐姐给你检查一下伤口，听话啊！我看一下。默默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检查伤口，那发炎了怎么办呢？那就让我去死好了。你不要总说死不死的好不好啊？默默，你是不是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妈妈？ 那你现在伤口不处理的话，会连累我们大家的。你想啊，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相信你妈妈还是会这样选择的，因为作为母亲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活下去，对吧？来啊，忍着点啊，还好没伤到骨头。 这雨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停下来。要不，我们现在就去开车离开这儿。 你来救我们，马师傅。 先睡会儿吧，天亮咱们就走。马师傅，我能请你帮个忙吗？
前面好像有门，往那边走，快！从这里过去，通到贵宾区，离乡很近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嬷嬷，坚强点，跟姐姐走。Yeah.
这儿吗？啊！
默默，你爸爸留给你的。默默，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爸爸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，默默，爸爸不能陪着你长大，陪着你上大学，陪着你结婚生子，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。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，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什么意义？想个办法啊！那边的东家，
星的车里还有汽油，你们去点火求救吧。回月大狱后，我去找默默。我也去。不是，哎，不是。哎呀，那个小女孩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又让那个怪物给拖走了，肯定没救了。你说你们两个去不是送死吗？啊？我答应过他爸爸，要让他活下去。要怕你自己走吧。我没怕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天，这不要黑了吗？你这枪里不是只有一发子弹了吗？咱们要是遇到那怪物，起码得有一个这个防身的吧。你把他给我！别动！什么？你别动！别动！放下！放下！你们想送死，你们两个自己去。我没那么傻。走。站住！把手带留下。听见没有？应该就在附近了。那我们
给我。Thank you.
叔叔。许个愿吧。嗯。我许完了。